我们今天 double dating， 两对约会，我跟老爸是一对，然后后面那两个聊得很开心是一对。他们离他们远一点，他们在讲八卦。对，等一下他们拿收音在讲什么坏话都被收那个收音收到。对，这收音很好、哦。那我们看前面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弟妹的再睡五分钟。也不知道人多不多，哎、欸，如果人很多，我们不等哦。不等吗？不乱。你时间有限。没有啊，等一下揭晓啊。啊，会不会遇到老板呢、啊？应该不太可能，我觉得。遇到老板，人家以为我们是谁好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靠，我用。生命当保证，没有塞好，因为我不够红，他也不会想等我。对，我们没有先来，若遇到就运气好啊。如果是D哥在那边遇到D妹的话，感觉就是塞好的。但是我们来，感觉不是。那不然先打电话给他，这样先离开好了。哎、欸，要被误会。对啊，我还没有来过他的店。啊，你知道怎么走啊？我刚才有 Google Map 就直走、哦。我想说你熟门熟路。好像在这附近有一个人在查。我其实念书的时候也是有在这边打混过一阵子，真的是打混，因为就有来这边补习，然后就会在这边找吃的啊什么的。那边啊，你知道盆街吗？盆街有很多吃，那边有一条盆街，就是都是吃的。哦，真以前叫盆街哦，不然现在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我们好像以前都叫盆街。哎、欸，不用，不太用等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哦，我该开心还是？我也是蛮开心的。不用等太久。天哪，一直很想喝啊，所以就买一杯给谁拿一杯给阿优。因为今天是平日礼拜一的下午。欸、不太用等还可以。人是很多啦，只是应该不用等很久。我、哦、这边还有动线。你看这个假日的时候，哇，排队，吓死人。再睡五分钟。排队方向，应该是这里。要喝什么？不用等哎、欸，不用等哎、欸，在这边吗？这边等。啊？你要喝吗？我要喝啊，都来了。都来了。嗯、我上次喝什么？是喝居然。那你帮我点，我要。我喝鲜乳坊的好了，嫩鲜草浓鲜奶。没有吗？我第一次来，在影片看过很多次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一百。你认识一百吗？哎，一百认识吗？他不知道有没有认识我？他一定，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没有，他没看到。你说结账这个啊？遇到我们之前经纪公司的前同事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在这边。好，你刚刚不讲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好的。对啊。因为他有带过我们，所以我们可能比较熟。他变得不太一样，剪短发吧。嗯，那时候他们还没进来。进来了。哦，有了，进来了吧？前一个。后面的话，他们来都是那个东西的配合。真的很可爱。还是你要睡一下？再睡五分钟。我刚喝了两杯，我可以睡了。怎样？你好。Good morning。好久不见。今天想喝什么呢？要一支点吗？牛奶的叫做嘞，哦，那么牛奶的，真的吗？那我们有两种，一种是才会比较重，一种是奶味比较。阿瑟还没有看到我们，有，我觉得他看到了。好，中杯还是大杯？你等下就是过去，然后甩掉，什么这样？下一个嘞，也是牛奶的吗？我今天鼻音很重，我们刚刚去吃了烧烤，然后原本都没有过敏，你被烧到了，吃完突然就过敏，可能被冷气太强还是什么，我刚好有一管风，刚好坐在那个出风口下面，嗯，我在那边站五秒我就冷了，然后你再坐了一个小时，好，那珍珠的，因为小朋友喝，我都帮你做封膜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没问题，你们需要袋子吗？哎，好，好，帮哥哥点了仙草，两杯一杯装好吗？哦，它有热销 Top 6。对啊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这边是红跟破。
姐姐们，我来了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什么呢？我要喝这个。然后买的时候，每次要大杯吗？大杯，然后这个好浓鲜奶的，没问题。那鲜草它都是黄金比例，我们不挑整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可以。哦，不挑整，可以继续。不可以，大概都是六块冰块开头，有的可以好，那它的钱都是只有现场钱吗？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后来这周呢，你想要什么糖什么冰呢？我想要，我想要喝去冰小糖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两杯，今天帮你准备好了，两杯吗？对，好，所以总共四杯的，对不起，然后另外一杯五杯，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两杯五十都是大杯的嘛，对，现场的，要帮你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帮你们装袋子好吗？然后我们的可以封膜吗？可以啊，我全部帮你封起来。谢谢。那这样292元哦，要存载具吗？353。要桶边。桶边。302，等我一下哦。来，谢谢先生。谢谢。然后确认一下桶边号码是8503765对吗？对。好，那这是号码单，那帮我收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你们两个真的看不，从刚刚一开始就看不到你们了，然后我刚刚走出来是没看到你们，遮得很好。哎，要等10号，还好啦，应该蛮快的。我们2629，蛮快的。其实动作蛮快的，蛮快，轻松多了。而且开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超棒。谢谢老师，有点太多了，真的超多，还是很好。哦，我看它里面有个办公室，哎，就再进去有个办公室。哦，对，有在煮茶的什么的，很多是这边的负责营运的部分，如果需要再配置联系我。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我这边帮忙的？不用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我老婆只会觉得再睡五分钟不好，再睡五小时。再拍起来。我们现在早上真的都被困了，还我吗？再睡五分钟。对啊，你看我以前都跟你说，他才真的不是再睡五分钟，我再睡五小时。因为困里面说妈妈起床了，他就一早再五分钟啊，我要去睡现在8点。我也是会这样讲，再五分钟就好了，拜托你。我现在就会。我下次就跟他说充电5分钟，待机2小时。OPPO 啊。我现在都企图要说服 Cody， 说如果你可以，你愿意，你起来，你就自己去客厅。我醒来了，我就会去找他。那肯定要好一阵子。因为现在悠悠也会自己去客厅，对不对？哦，够大就会。可是现在我可以陪他起来，然后我就去后面厨房洗我的奶瓶来晒我，他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想到这样，我小时候是我会留纸条在桌上，跟我妈讲说我去买早餐了，拜拜。他就在睡觉，他可能我回来吃完早餐回来，他都还在睡。真的、啊，以前我都这样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几岁的时候，我记得也是蛮小，可能小一吧。我知道你小三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的云传艺术卡手机。对，就自己做捷运。自己做捷运去看吴可乐的成长。对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。他的 story 了。成功了，你们买几杯？3杯。3杯。那、啊、我们嘞？4杯。哇，赞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拍个限动。很棒。再睡五分钟。我要10分钟。然后硬要拍到你。5分钟哪够？你们没有领悟到那个睡觉的精华？有，我有，我可以。其实他有。我高中同学可以见证这一切。我上课都在捡笔，假装捡绑鞋带，什么假装捡笔？绑鞋带，我真的在捡笔啊，只是眼睛闭起来而已。绑鞋带，我们高中有人可以睡到他老师讲完，然后要抄笔记的时间，他手还可以动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次来，然后我们要买回去喝。呀、yeah ，就这样啦，拜拜，拜拜。